是今年他们也救了很多女孩子，不是弄得特别高，所以都搞得我们就是很难做人啊。只是半年啊，目前就是南疆人这边就是居住不放啊，要停个说法，就是那边一些新的一些东西，反正我自己现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。年轻的谁不懂事，记不住的人太多了，也是就是不能像我他们挂掉的，还是终于